热锅翻炒香喷喷馅料，仔细地把一片片粽叶擦拭干净。大山脚职工聚集在杜秀静住家厨房，包裹香鸡饭粽子，准备关怀曾经在慈济大家庭铺路的资深慈济职工。端午节是每个家每个人都要吃粽子的，我们是用香鸡饭啦，就配有一点马来风味的哈，用酥香松加咖喱粉，马来西亚的人比较喜欢吃辣的啦哈，我们要给它香一点，有诺亚的味道，我们也放斑斓 leaf 喽。志工烹煮了容易消化的健康素粽，再一一送到家，陪伴前辈聊聊慈济事，不仅让他们也能尝到美味的粽子，更珍贵的是彼此的爱与关怀。感恩你，感恩阿妈，感恩。大爱新闻阮金龙、武汉张、李佳怡马来西亚大山脚采访报道。